不好意思，黄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哪有人会陪你？他们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那边拍，然后。不变。没来，今年太小了。咱也还放了一个在移动成功的。哇、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后面。What？VIP 吗？哎，すげえ。我見ちゃいけないとこ見ちゃう。すげえ。これ絶対 VIP じゃん。これ後で切られるやつ。そうか。有功功，有的我们是蛋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的功的是这种。都是二。来，谢谢，好好，谢谢黄先生，谢谢。干杯。台湾的干杯就是一定要干杯。当然啊。对，我已经是台湾人的感觉。啊，是吗？是吗？没有干杯，没有干杯。啤酒第一杯干杯最好。啊，第一杯最好。好啦，用吗？哇，这个不打。哇，猪肉跟牛肉。哇，他的中文是最好的，啊、他的中文讲的最好的，我的是最乱的。你来多久了？我他来台湾多久了？一年半，快一年了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那个菜。好吃吗？我想那个记得里面的名字。对。签真名吗？签名，对。签名的。签名，点名。对。ケンタさん、リアクションお願いします。ミューロー。わー、そうです、そこの会社の生徒がサプライズ。学長の先生のあれで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迷雾，它这迷雾仪里面的那个功德物仪里面的哦，然后真的没有米粉汤，米粉汤，我超爱喝，对，好吃的这个好吃，我喝的都是一般的米粉汤，这个好吃，对，这个好吃。章鱼知道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哎。身体扁扁的。ヒラメ？ヒラメかな？ヒラメか。あ、扁扁。比较。扁很扁很扁。扁母？ヒラメ？違うか。これ。米粉汤。你们已经知道了，因为。食べて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まず。汤。蘑菇。魚。你要吃多一点哦。尽量吃啊！对你很瘦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变胖了。真的？健太さん、高橋さん食べた？あるでしょ？多分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よ。汤好喝。啊，スープも飲んで。哦。これ何？みんな、ここのおすすめです。
です、はい、あマンボウみたいな感じ、え、なんだろう、なんだろうこれ、なんだろう、なんだろう、カメラ在日本没没有好像没有うん没看过哎一切多一次どうも、はい、え、なんだろう、昌原昌原台湾拜拜マンボウ、なんですか、ねえ、因为昌两百发财怎么样，我知道我知道是那个吧，很有名，所以这个鱼不便宜，过年的时候吃的吗，对，因为它、哦、它的昌嘛，昌就是那个字就等于是昌盛拜拜就好好好彩头吉利对发财，不错，来更好吃啊，芒果吧，鳗鱼更好吃，鳗鱼它它有分季节，鳗鱼吃的时候是几月，七月，七月吃鳗鱼，夏天啊，对，七月，七月，七月吃鳗鱼，嗯、七月二十一号吧。哦，嗯，七月吃鳗鱼，加过。七月吃鳗鱼，米，懂不懂？不是他搞一个，不是，都是我没没有看过。嗯嗯，很尖的，你你看，你试看看。哦，好好。No， 一个，嗯，一个，嗯，揚げてある。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よ、真的好吃、真的好吃、应该才加外的、什么味道，一直没有撒这些跟啤酒真的配合的，你看懂吗，这个光这个公的嘛，哈、哦，还有这个母的，嗯，的。日本有卖这个？没有没有啊！ちゃんと動画のこと分かってるわ。袜子袜子脱掉，对，袜子袜子，脱下袜子下的那个味道。日本没这个，没有没有，哎，不知道不知道。来来。芬蘭那個啊呀，結構来了，芬蘭的你們來你們吃過這個哦，對了，當然當然哦，我覺得好吃耶，跟啤酒配合，鮭魚鮭魚罐頭，鮭魚鮭魚芬蘭有個鮭魚罐頭，對了，哦那個比這個還臭，是喔，哦那個鮭魚罐頭更臭，對不對，是不是，對對對對不對，對對，鮭魚罐頭更臭，這個一打開全部跑，呦很幸福，我們那天也真的吃好多耶，那个女生也说她人生中最薄的一天，那个干女生，她已经回去日本，然后下个月回去加拿大。加拿大，对对对。哦，健太さん怎么样？鸡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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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。你敢吃吗？啊，太辣了，太辣了，太辣了！哇，你把那个油拉起来，你不要这，夜市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哎呦，すごい，すごいね！哪有？哎，没错哎。OK。住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台湾的食物还习惯吗？够多屌丝哎！真的吗？短里面的话可以吃。我从小吃大的，宽短里面的话可以吃。宽短。那个欧尼给那个宽短。宽短里面的可以吃。可以吃，但是面包的话就啊，本丸的面包的面包的。本丸的肉要吃，阿面单的肉要吃。对，单可以，单可以。面包不行，面包不行。我面包起来，他们都不敢吃肉松面包，为什么？男生都奇怪的，就喜欢那个口感而已。啊，有没有？那你可以接受吗？我可以接受。那你可以站着。那好贵，哈哈哈健太郎 TV。アイレルなんで高志健 TV じゃないんですか、健太の後、高志健あー、かぶってるからなるほど全員美食家だよあ、でも、これで見せてみてあ、バイク对呀，赶快吃！啊，谢谢，多吃一点喽，你要多吃一点喽。我最近变胖了。对，不能吃太多。哈哈哈哈哈！谢谢谢谢。
加油怎么讲？頑張って。頑張って。頑張ってよ。横に二人大きいのいるからあれじゃないですか。いい効果がある。特殊なあの 3D 3D じゃん食べる。3D じゃない。間違った間違った。因为你不能光听讲英文会比较不好。我还可以，我以前住美国。你是日本腔的英文？因为我住美国三年。